我现在继续研读《孝经》，这还是继孝行章前面把这个孝子事亲的要做到五种，下面就讲，接着讲了。前面讲呢，五者，五种都具备了，完全做到了以后，那么这个才算得上能够事亲呢。下面接着讲，事亲者，居上不骄，为下不专。在朝不争，居上而骄则罔，为下而乱则行，在朝而政则兵。三者不除，虽日用三省之样，犹未不肖也。那么这一段，我们继续来研究。那么前面讲到，能够对父母贫穷的时候能够致敬，要那个养要知其乐，一共有五种都具备了，他说是能事情。一个能事情的，这里讲事情者，要学着能够事情的一个人呢。叫那孝子的。那么在下边讲，有几种身份，不论是哪一种身份，都要尽到孝道。第一个讲，事亲者。就是讲孝道啊，对于父母要尽孝的人，这就指的那个人。他呢，居上不骄啊，居在上位的人，比如说做天子、做诸侯，那么以至于做卿大夫。这都是在一般人之上的人呢。广泛的讲，那么这个在民间各种这个事业的团体里面，他是一个领导人，这个都是在人之上的。居上，居在一般人之上的，在上位的人呢，不骄，不能够骄傲。骄这个字啊，很不好啊。一个人，不论呢，他是有多么。好的这个学问，有怎么样的才华？一旦骄傲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呢没有品德。所以孔子曾经讲这个孔子。就拿这个周公做比喻，周公是孔子最尊敬的一位圣人，就是在周家那个帮助成王治天下的。
那位周公。孔子说啊，这个一个人呢，要有这个，一旦要骄傲的话，就算这个周公有周公那样的才华，那样那个种种这个，才艺，如果他一旦骄傲的话，那完了，就是不值得尊敬了。所以孔子就说了：“汝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教且宁，其余不足观也已了。事实上，周公有道德，有才能。”他不会骄傲的，孔子就拿这个做比喻的话，假设一个人像周公那样的有才有美，才美那样好，一旦有骄傲了就完了，就其余的不必谈了，可想而知啊，这个骄傲啊，任何人都不能有。这是讲居在上位的人，为什么居上不骄傲呢？因为居上位的人呢，最容易骄傲。那么我们现在，在台湾呢，一般人都知道啊，有一句，几乎是，很流行的一句话了，权力使人骄傲啊！权力，比如说，他从事政治，掌握了政权了，他有权力了。一旦他在政治上有了某一些种这个权力的时候啊，他就骄傲起来了。自己一骄傲的时候啊，总觉得人家比不上他，有这么一个骄傲的一个心理一出现的话了，好任何人他都看不起的。这个人呢，这品德或者可以说是毫无品德了。那么这讲居上不骄，就是因为权力使人骄傲，一使人骄傲就腐化了，又使人腐化，骄傲腐化就堕落了。人品就没有了，所以一个能事亲的人呢，他在上位，无论在哪个上的位置，从卿大夫到这个国君到天子，这都是居上的，都不能骄傲。他对一切人，自己就都要谦虚，不能看不起任何人，这是不骄傲啊。刚才举的例子，孔子说是，有周公之才之美呀，使教且宁，其余不足观呢。事实上，周公绝不骄，相反的，他对待一切人呢，比什么都恭敬。那个在历史上记载，
在朝廷里边，正式上朝的时候，对待这个朝廷里边大臣、小臣呢，固然待他们都是恭敬，不敢骄傲，就是平常，不在朝廷，自己在这个在家里宴居的时候，有人来访问他，有客人来看他的时候，他又接待人家了，接待人家什么呢？吃饭的时候，正在吃饭，那不像我们现在。有些在位的人呢，我正在吃饭，你来拜访你，等一下，等我吃完了以后，我们再见客。周公怎么呢？有客人来拜访他，正在吃饭的时候啊，怎么办？那饭在口里面，你不能马上吞下去，那饭在这个。在口里没有咀嚼好的话，就吞下去，就消化不了。他怎么办呢？马上客人来了，马上要见客了，这个饭吐出来，吐出来去见客人。这个客人走了，他又回来吃饭，吃饭呢，那个饭又吃在这个口里面呢。还没嚼得烂呢，又另外又客人来了，他又吐出来，像这样的，一饭三吐补啊，吃一餐饭，接连来了3位客人，他饭都吃不好，既不能吞下去，就只好把这饭吐出来，来敬客人。绝不骄傲，绝不是傲慢的待人。那么在这个洗，在沐浴，在沐啊，沐浴是什么？沐是洗头的，浴是洗澡的。那周公在这个沐浴，在这个洗头的时候啊，也是一样的，有客人来了，他赶快，那个古人那个头发都养得很长嘛，养长的洗好了以后盘在头上，他这个正在洗头的时候，客人来了，来不及把头发盘好。就是用手啊，把那个水把那个头发擦干了，手把它挽起来。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就是一目三握法了，我是手捂起来，一目三握法，一饭三吐扑。这是周公，你看那时候。多么谦虚啊！待人家多么恭敬啊！是绝不骄傲。所以，一个事亲的人，自己位置多么高，也不敢骄傲。为什么呢？一骄傲啊，在这高位的人家一般人不敢讲他，但是背后人家会想，你看看，他在这样的高位置都不懂礼，他父母不知怎么教他的，你看，连带的人家就批评他的父母。没有教养。
这就不孝啊！因着自己的骄傲，惹来人家，这个批评自己的父母，这就是不孝。所以事情在居上不骄啊。那么这个，就在上位的人来讲，还有呢，为下不乱，为下居在，这个，居在上位之下的，居上位的人，他要用人，有的人呢，他是，比如说。诸侯他是国君，他有朝廷里面有很多的臣子，有大臣有小臣，这都是在他之下的，再推及到一般人，那么这个秦大夫也有家臣。就是社会上一般，就今日之下来讲，对那些企业的这个董事长在上位的啦，他这个公司里面，他这个工厂里面那些员工，都在董事长之下的。那么在政府里面，一般这个机关里边呢，一般的员工，一般的职员，都是在这个机关首长之下。广泛来讲，在一般民众，这都是为下了。为下不乱，怎么才是不乱呢？那些唐玄宗的注解，应当恭谨呐，以奉上啊，居在下面的人。如何这个，侍奉在上的人呢？那就是恭，恭是恭敬，谨呢，就是一切谨慎，要恭敬，要谨慎，这样对待在他之上的人。这就不乱，恭敬，就对人来讲，他对待人恭敬了；就办事来讲，他按照办事的程序，有次序，有条理。这叫做恭敬的，所以恭敬包括对人对事，办事情守程序、守规矩，这叫敬恭敬。谨慎呢，一切事情呢都要考虑得很周到。不能疏忽，不能大而化之的，那个事情必然是做不好的。在三国时代，帮助刘备的，就是诸葛亮，那个大家都知道啊。诸葛亮办任何事情呢？
都是谨慎啊，带兵出去打仗，在朝廷里边，这个推行这个行政，没有一桩事情不谨慎。所以古人呢写了一副对联，是吧？诸葛一生为谨慎啊。下联是虑断大事不糊涂。那么这个为下不乱，就是对上，对以至于对待一切人，对一切事情，都要恭敬谨慎，这才不乱呢。乱是什么呢？待人没有礼，没有礼就没有规矩啊。办事情没有先后次序，这就乱了。这样一乱的时候，也是引起人家批评了。你这个人呢，他父母不知道怎么教的，教成这样个人出来。所以一个事情，一个孝子。居在下位呀、甚至就是普通人呢、他都不敢乱。要不乱的话，就是要，恭敬待人，恭敬办事，这还不算。恭敬之中啊，无论待人，无论的做事啊，都要谨慎。那么这个，就拿对于父母来讲，对父母要恭敬，这个父母的生活起居要注意，注意也不是说粗心大意的呀，要很谨慎的。看到父母那个饮食不正常了，行动也不正常了，那自己就赶快要注意了。父母身体哪里不好，或者心里有哪些不好，这要谨慎的伺候啊。做一些事情，对一些人，都要那样的恭敬谨慎，这才不乱。再愁不争，愁啊，中国这个字啊，往往一个字有很多的含义。我们普通学的这个字啊，就这个字，丑陋了，这个人呢，相貌很丑陋啊，或者他这个做的事情呢，这行为表现出来呀，不好啊，引起人家对他不好批评呢，觉得这是很羞耻的事情呢，这叫丑啊。但是在这里的丑不当那个字讲，当中字讲，大众讲，在大众之中，就是
在社会上跟这个一般人那些大众相处的时候，不争啊，争是跟人家竞争。孔子也讲啊，君子无所争啊。求学的人，那孔子教育啊，教育的这个标准，最高的目的是叫他能够成就圣人。圣人还没有成就之前呢，学到一个很好了，成为贤人，就像孔子门中。在3000多这个弟子之中，有72位贤人。72位贤人呢，还没到成圣人的这个这种地步。那么这个贤人还没到，那就要学着成为一个君子啊。君子什么呢？作为一个君子，他跟人家怎么相处啊？不要跟人家争名夺利。我们人在世间呢，处处要跟人家争夺，争夺的事情太多，包含两种，拿这两种事情做。包含一切了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利。包括这两种啊，把这两种分开了，详细分开，那就太多了。那就在今日之下，一般人所受的教育，处处要跟人家争，跟人家竞争。无时无处无一事而不与人家争啊！这争的结果怎么样呢？不能争取到，或是争取不到，都给自己带来呀很多的苦恼。就拿钱财来讲。用种种不合道义的这个一种方法，跟人家争这个财富，做生意的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打败了别人，自己呀成了这个最富有的人，争取到了，争取到了，他有什么快乐呢？可以说没有什么快乐。争取到这个财富越多，他的心里越是没有安全感，包括自己以及他的家里的这些。家里的人都是成为那些抢夺人的人呢，一种对象。这个财富的小孩子。财富的这个家庭的任何一个成员，什么时候被人家绑票绑去了，甚至于这个大财富本人，被人家绑票去了，
这在台湾常常有的，某些名人，被绑去了，报告警察他都不敢报告呢，一报告的话他就那个绑匪就把他撕票，把他撕掉了。所谓撕票就是把他处死了，你看这个多么可怕了。他不敢报警察，他找那些黑道人物啊，给人家这个，给人家处理，要多少钱呢？赶快，把这个钱交给他。这样也想想看，财富越多，越是成为绑票的对象啊。这有什么乐趣呢？再讲他的享受吧，这应该是很饿了。到了个酒店里边，一餐饭吃了这个多少多少，古人讲呢，富人一餐饭，穷人是一年粮啊。财富之人，到了个大酒店里吃了一餐饭呢，他这一餐饭的这个钱呢，可以足够了贫穷人一年的生活费。这就富人来讲，他这一餐吃下来这个是享受了，然而啊，享受啊，吃的那些山珍海错。海味吃了多少那个那些海里的动物，山上那些那些动物，他一餐吃了多少啊？吃了那些动物，白白的吃下去啊。那动物也是有生命的人呢，也是有生命的一个畜生啊。吃了以后，将来要不要偿还人家？这一生，他在人道是个人，凭借他这个那样的财富，说再多那些动物，动物也没办法来，对他反抗。可是等到他这个财富之人一死了之后啊，他就不会到人间来了，不可能再到人间来了。在人世间吃了那么多动物。不要还人家的这个债务吗？所以他那些大财富人呐，吃的动物愈多，到了这个死后啊，他自己就变成那些动物了。吃了一个动物，他就还一个。还一次，吃了他这一生吃了多少动物啊？他要几生几世变成那些动物，才把这个债务再还清呢？这样一想，他有什么乐趣啊？所以这个事还不能细细的讲，细细讲了，那太多了。因此在这里讲啊，在愁不争啊，在这个人群之中，不要跟人家竞争，不要跟人家争夺，竞争的结果必然跟人家争夺了，
夺取人家东西。个人之间、人员之间竞争与争夺到这个严重的地步，就互相杀害了、杀人了。那么，如果要是在上位的人，他是做一个国的国君了。他要争啊，争的结果，好了，就对外啊，要侵略人家，发动战争。一发动战争啊，国内本国的民众要去当兵了，要到战场上去了。被他侵略的那些国家，那当然不必说，死的人多少。自己出征的那些本国之内那些年轻人呢，到战场上死多少？这就是竞争的结果啊，就带来这些，这些这个灾难。那种灾难就更不得了了。所以在这里讲啊，带仇不争啊，是孔子讲啊，教这个孝子，不要跟任何人来竞争，不跟任何人竞争啊，就杜绝了有竞争进一步的斗争，有斗争进一步带来战争，就杜绝了那些天灾人祸啊。只要一个孝子在仇不争了，处处让人，以孝子之心对待父母那种孝道，在社会上啊，处处以善意来对一切人，生怕自己行为不好，怕人呢，来骂到自己的父母，所以教一个孝子啊，在仇不争。一方面要尽孝道，不要有亏欠。那么更重要的时候啊，不要引起来那个人与人之间那个斗争战争。要避免那些这个灾难，这是做一个孝子的人呢，必须要做到，不能与任何人呢竞争。居上，而教则罔啊，上面三种，居上不能骄傲。为下就居做这个下面的人，在下面的这个为下之人，不能乱，要恭敬。在仇不争，在这个人群之中，上面呢这个三种两种身份，一个是在上位的身份，一个是在下的身份。第三就是在仇，就是平等的，与社会人群呢，是平等的关系，不要跟任何人争夺。那么从这三种身份来讲，前面讲正面的意思，
从反面来讲，居上而骄则罔啊。一个居上位的人，要这个骄傲。好了，这个国家呢，就不能存在了。亡啊，要亡国了。因为这个在危下则乱，而乱则行。在下位的人，他要乱的话，则行啊，行什么呢？就要受到国家法律的这个制裁，他要受到刑法了。在筹而争则兵啊，在人权之中，要争的话，开始竞争而到了这个斗争。斗争什么呢？这个注解里面讲，兵是啊，以兵道相加了。兵这个字，原始的意思啊，就是一个武器，就是武器呀。到后来，拿着武器到战场上去作战的人，这叫兵。所以“兵”这个字啊，就代表，动了武器了。动了武器，就个人来讲。个人呢，这个竞争的、斗争的这个最激烈的时候啊，就互相拿武器的互相杀害对方。那么在这个整个国家来讲，那么就是引起就是这个战争。古时候除了国家这个战争以外，个人还有这个一群人，一群人就等于现在，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的那些这个黑道人物，两个帮派互相在这个。用这个武器来互相杀害了，这叫兵啊。三者不处，三者就是啊，在上位的骄傲，在下位的是乱，在筹在众人之中，处处要跟人家，这个斗争，处处跟人家，这个争夺，尤其在今日之下，一般家庭，做父母的人，就叫他的儿女啊，要到外面跟人家竞争啊。学校老师有些人也是鼓励学生，竞争。要是了解《孝经》里面孔子所讲的这个话，“在筹而争则兵”啊，
这祖父母这就知道啊，鼓励儿女去跟人家竞争啊，对于儿女没有好处，只有叫儿女未来呀，他一生之中啊，只知道跟人家竞争啊，所带来的结果，心里没有安全感，处处防范人家。没有什么这个快乐，对于有什么值得鼓励呢？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，做父母的人呢，千万不要鼓励他的儿女啊，去跟人家斗争。所以在这里讲三者。就指的上面这三者，不除，虽日用三身之样，犹未不消也呀。虽然每一天日用，每一天用这个三身那个猪牛羊，在祭祀的时候啊，拿这个都是重大的这个。这个祭品呢，虽然对于父母用三牲的这样来奉养父母，还是不孝，不算为孝。因为有这三者做不到，不能出的话，都是叫父母蒙羞啊。父母最希望儿女快乐。身体安全，这样三者不除的话，自己心里不快乐，随时遭遇到那种一种灾难，自己都不知道，让父母担心，让人家骂自己父母教养不好，这就是啊，就算每天对于父母奉养三牲的话。都不算是孝道，没有尽到孝。我们是时间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